那里面是谁呢？里面就得烧了。雷猴啊！哎，我把音量开到最大。我们都猜里面是沙哥了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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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初次见面，初次见面，初次见面。这是那个新品。哎，安慕希长白山蓝莓。啊，这是新品，品尝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这什么？你在姚BD心目中的样子。为什么？没有，没有，他胡说的。胡说的，我以为是李白呢。这红包是给我的吧？是，欢迎你加入团的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欢迎。你这里面塞了，哇塞，这白鹿老师还是比周深老师要。真假的？不一样吗？你这比他多了好几个一块。行，谢谢啊，我去下一步了。拜拜。哎呦、哎哦、对对对，忘了重要的事儿，这个我这个是主要的，就那个注意事项。好的好的，穿一双舒适的跑鞋。你这双鞋是舒适吗？还行吧，凑合。OK， 那那这个十一点请你准时到达那个大堂。咋的，想撕名牌了？没有没有，刚才准备一下。好好好，拜拜，一会儿见。拜拜，一会儿见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感动了，过年都没红包，现在上跑男收了俩红包。不过我这认人的能力还是挺强的，我发现这个门我就不开了，因为它一定是一个工作人员的屋。这个是周深的脸蛋跟杨迪的身材，完美。这个也好认，米奇的身子，小童的脸，就对。姚BD现在脸都已经通红了，所有题都被我猜中了。这个，这个好猜，这是应该是山哥的身子，汪苏泷的这个脸，确定吗？这不是吗？这么浓的妆，这应该是龙龙吧？你看看，龙龙，哎，龙龙啊，以后啊，那个照片咱换一换，选一个那妆淡一点的那个啊。龙龙也被我一下子轻松识破。OK。这也不好猜了吧？冰冰，我要告你们，我要告你们！我甚至有点不想揭开这个答案，因为这个是我的五官，这说明。蛋总的身材不是一般人能够匹配上，肯定这就是我跟蛋总的。你瞅瞅，我这妆也确实挺。行，照片也太违和了，这个跟前面那些都没有这么违和，这个也太违和了。好，你来看看这个屋里是谁啊 ？Hello， 有人吗？来了。联合赌博平台优酷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 Z 世界，观看更多节目内容。所有题都被我猜中了，这也不好猜了吧？我要告你们，我要告你们！我甚至有点不想揭开这个答案，因为这个是我的五官，肯定这就是我跟蛋总的呗，也太违和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屋里是谁啊？
Hello， 有人吗？来了。Hello。Hello。过来过来。我看你拿了好像新品，新品是不是？是的。然后还有红包，还有任务。红包是给我的，那是给你的。哦，这是注意事项。今天会有跑步内容，今天的任务和跑步的鞋子。哦，请在11点准时到达大堂，不要迟到。这本来是10，改成了11，谁迟到了？有些人慢，磨叽，不能说。B B 不让我说。哦。哥，你看这张照片，你能认出来这是谁跟谁吗？我能认出这怎么有点像李诞呢？和谁吗？和谁？李诞和你合体了吧？看了，哥，这应该是，确实是我的五官违和吗？违和，这了不起吗？这是？这不是？这不是？这不是我，哥，不是我的意思说，这不是真的我，这是蛋总的脸型合了你我的五官。我不长这样，哥。我知道，但你不是因为一部戏增肥了吗？是，但也没胖成这样，差不多。行，我也有红包。行，又收红包了。我这是红包，过年没收红包，我这上跑男收仨了。什么？给他们？我看看哥哥有多阔气啊！还能现场打开的吗？那当然了，我们前面周深给了8000多，那个白鹿给了10000，然后8000多10000，哥哥给了，哦。还得是哥哥呀，谢谢哥啊！不是，过去，微信转。有，在。别，我是你们还真开呀、啊！你们笑笑，开玩笑，这他们也都5块10块的，真假的？真的，都躲，他们都躲呀、啊！哥哥吓一跳，哥哥以为真有一真那么多。不是我这是这不，你听我的，我跟你开个玩笑，是其实是188。哦，对。不可能给少的，我怎么可能比他们少呢？你看我这新品都拿了，那我不客气，对不对？来，任务继续颁发吧，感谢新品，欢迎加入。那哥，你帮我认认这是谁呗？这应该是，我感觉应该是周深，加。可是这个五官是，这应该是周深加上谁呀、啊？白宇。不是吗？这个有难度。是苏醒吗？周深加苏醒。醒装吗？周深加苏醒，对吗？确定吗？我忘了。你好啊。猜错了，哥，但今天就出不来了。那咱走吧，省一天通告费。那我就听歌的，我就猜好苏醒哥了，是苏醒吗？真是啊！嗨，这趴重来一下，要不给个机会？给个机会吧，我再猜一下，有没有这么假的？是吧？啊，那我们就猜这肯定是张明跟深深呗，是吧？是，咱接下单了那。没事，第一天新成员给你放你一马。OK， 对，要不然这成员见不着，这对我有怨恨，这还得录好几季啊！来，开门吧。哎呀，什么鬼？雨琦，不是。什么呀？雨琦，不是。什么呀？姚 B B 不想让我见到你。你这个不让我出来。对门啊！我说你对门，我说早上有一个男明星大早上起来出去化妆，我说你真绝。没有，我是去跑步的。可早了。姚 B B 不让我见你，他给我出了一男明星。这什么意思？我明明你往外站的，你能看出来这个是谁跟谁拼凑的这个？这个啊。是我们团里面的是吗？这肯定是周深啊。对，然后另一个人是谁？跟你，好嘛，行了，你回去吧。好了，事儿你也知道了，等会儿新品什么东西啊？这谁啊？是你行啊？我们又得罪一个人。你们这啊，新品这一个新品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就是要给你看看这个。今天要跑步，换上这个好的鞋子啊，不一定能吃上饭。然后11点准时到大堂，不能迟到。11点 ，OK。OK， 行吧，那我红包呢？
啊，红包。等一下，还有比我更夸张的？我好歹还有八块，不是，其实一块一块，你想私吞？没有。你这我看看有几块啊？嗯，五个。我没打开过。哥刚才那给了我一万多，白鹿给了我8000，真有钱。深，我看你这样，得开巡演了，一分没有，空红包，空的。你来晚了，刚才凯哥都来过了。哦，真的是空红包。我觉得我已经算很大气了。你给他多少钱？1块。8块。你真有钱。得了吧，你这第一次来，我给你2块。炸！哦。怎么都揣兜里、啊？没问题吧？咱俩这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对。给你凑个整，你现在多少啊？正好差你那100，就凑到。差你这100。安慕希确实不止这100多呢。是是是。20吧，20。行，20。那100多你留着干嘛呢？22。行，22就22。100留着我万一。万一今天有个什么任务？对，万一有什么任务，拍小片儿呢，早上起来。今天我就是那个大富翁，都得找我。行，那我下楼了，我还有好多人没见着呢。还没见啊？好，一会儿大堂见。好，大堂见。大堂见。去了，拜拜。拜拜。等会儿见雨琦。好的。等会儿见陈哥。一会儿见啊。好嘞。